大煎烤炉实测，轻松做出外酥内嫩鸡腿排。市面上独立式煎烤炉品项虽然不多，但要价约万元左右的，包括 Panasonic 国际牌蒸汽烘烤炉和大同全功能蒸烤炉，销量都还不错。加上惠而浦推出更大容量砍炉式等级的蒸烤炉，苹果拿这三台一起实测，看看蒸鲑鱼、烤鸡腿等功能有没有很厉害。依照各机器说明来蒸煮每份约280公克的鲑鱼。以蒸鲑鱼的结果，三台看起来熟度成果是不相上下。至于烤鸡腿排部分表现如何呢？实测结果，三台烤出的鸡腿排都外酥内嫩，尤其切开时外皮都发出酥脆声，肉汁很饱满，这是一般烤箱无法达成快速烹调又外酥内嫩的成果。但仔细看，用大同烤的鸡腿排，因排封在侧边，表皮的上色有点不均匀。Panasonic 腿排的装饰蔬菜有些烤过头。惠而浦的鸡腿排整体上色较均匀。总结，蒸烤炉的功能都很强大，可以帮妈妈们省事不少。不看动新闻，就烤箱酷酷报道。